二组报名的呢叫做香脆。那香脆的话呢，我要叫姐。香脆姐呢也是铁花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然后她自己偶尔也会在铁花村表演。那她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，她都会带着她的妈妈一起来听现场演出，对不对，阿嬷？吼，查某仔要唱歌给你听，因为阿妈听台语的话，我不太会讲台语。然后就是阿妈也都是这样从头到尾很认真的看台上的表演。好，我们先欢迎我们的香脆姐上台。那铁花村其实，除了这种唱作俱佳可以报名以外，我们其实在其他的活动当中也有这种机会，让大家可以有机会上台演出，像是有的时候二手市集啊，我们姐你们可以准备，我就讲完话你们就可以。就是二手市集，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固定的二手市集，然后那一天的演出呢，就会是比较是大家可以参与的，像是草地鼓会，我们就会准备很多的鼓，然后会有老师带着你们，你们就可以，你不会也没关系，反正老师会带着你们，就可以敲敲打打，然后或是团刷，就是吉他。你就如果你是吉他初学者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老师就会在上台，就会找了几个歌手会弹吉他的歌手在舞台上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在台下跟着一起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《星空下的拿卡西》，我们就会请真正的专业的拿卡西老师哦，他都会带那个一本一本一本的歌本，然后有那种40-50年代国语怀念金曲，还是到现在流行的歌曲，你只要去翻翻到那页，例如我想要唱那个《爱情酿的酒》，然后就告诉老师，老师就现场帮你弹奏，你就可以上台唱那首歌。你知道拿卡西是什么吗？就是老师弹电子琴，然后你在舞台上唱。反正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演出节目，都是你可以透过报名就可以上台。就是大家可以锁定铁花村的粉丝专页，就可以看到这种讯息。香脆姐好了吗？很紧张吗？好，看到大哥就不紧张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香脆。这位先生，这位乐手，这位歌手，是我在38年前认识的歌手。那时候就是在一个民歌西餐厅，然后有一个打工的大学的打工的歌手，台东，在台东，我讲在台东卑南族，然后没有来，临时请假，他说哎，你来帮忙唱，我说我不会，他说你来来来来。就是他，我说我很紧张，有我在，你不用紧张。回围了38年之后，我们第二次唱。那今天我带来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偶像潘越云的三首歌，40年前了，民国72年。洗耳恭听，麻烦。这个可能会有点突出，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才套这首歌曲，我今天不要临时抓过来做工程。这个是要再快一点，因为他平常回台，他住在台中，他回台东时间都不是刚好在礼拜三，那这回礼拜三带他非常孝顺，他特地回来带爸爸去看医，这看诊，上午在台东马街，下午在这个东基，那我灵机一动，哎，是不是我们再来续前缘？情侣脸庞是黄昏的夕阳，是我陶醉凝望你们黑衣的眼眸，是黎明的朝露，是我迷惘忘不了。
情的脸庞，是黄昏的夕阳，是我陶醉凝望，因为寒意的眼眸，是黎明的照亮。所以有一些作词或是作曲的，我统称为艺术家，可能有的都已经安息主怀了，所以还好潘越云你们熟识吧，听过吧，是还听过。那第二首但还是他天天天蓝，今天三首都是天天天蓝里面的，那首叫《凝望》，那这首叫《当泪水含在眼里》。那在戒严的时代，这首歌是禁唱的，因为它有一点小三的味道，或是小王的味道。
的时候总会难过，只有说抱歉。也许想念你，却不知你在哪里。在晨雾中，只有回忆。前一阵子我跟我的高中同学聊天，刚好聊到他，我说哎，你怎么会聊到他？他说湘翠你知道吗，他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因为他是我的学长，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他。我说哎呦真的 gay 啊，他说真的。那刚好他高中毕业也到台中去，他也在台中，我说哎赶快加他脸书。那提到这一段，他就来我们两个自拍，然后马上传给他。就那个女生因为家里有一些变故，看到跟听到他的声音之后，我有让他们各自聊天，让他的整个情绪是温暖跟高涨，我就觉得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。那第三首再来这首《生别离》，是席慕容的诗，他写的诗。在他
好，谢谢我们的香翠姐。那接下来下一组报名的已经在我们台上了，就是我们的林浩一大哥。曾经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表格，撕开后整个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，已随风而去，悸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永远和你相遇？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整个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，大家耳熟能详的《悸动的心》。在1999年，我写一首歌叫《山海情》，这首歌哈、差一点入围金曲奖，那到最后还是没有入围。清新风光舒畅，微微独蓝色意味着海洋，高山平原海滩和值得温泉是我们最爱的地方，躺在黄金沙滩仰望蓝蓝天空，浪花激起了尘封的往事，古老北南深山有千年神话，倾诉着我们的传说，无尽的岁月随着那海浪飘荡，
轻轻风风舒畅，微微独阑珊，意味着海洋，高山平原海滩，何止的温泉，是我们最爱的地方。躺在黄金沙滩，仰望蓝蓝天空，浪花起起了尘封的往事，古老北南深山有千年神话，倾诉着我们的传说。无情的岁月随着那海浪盘，一波又一波的消失，海风吹醒了我们对祖先的思念，千年万年永远不改变。无情的岁月随着那海浪飘荡，一波又一波的消失，海风吹醒了我们对祖先的思念，所以整个精神状况还不是很好啊。啊，带来一首歌哈，这首歌是也是我的创作啊，叫《古老报》。
好，把时间交给主持人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林浩一大哥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四组报名的呢，他也是我们每个礼拜唱作居家的常，应该算是固定班底吧，但是他自己报名的，我们没有强迫他要来，但他就是喜欢这个舞台，想要分享他的音乐，然后非常特别，他是来自加拿大的卡努恰。好，然后